三国的战士三爷，哦，建国的梁山，一柱雄花，一壑金山，都归金落，坐西斩右，所结功绩不比五梁五边。何处观世音？若未来现在无世界中，若多众生于眼中时，即闻地藏菩萨言：一生也依不假，其中众生依不念三不苦后，何后于眼中时五六万寿，将是眼中明下地再闻无悔以后，所谓地藏言中。可是你拿你出东西，但你见闻，一个万修就下地不会见你以祖师所谓这种菩萨影响，此言若知一步，合修用力将，先知功德行者度如，修了行者，此言若知一步名经。因此一切贵重一种合对福主家先出工业免出自由即先今天修仙了落一切贵重即该小便福主观世音菩萨由你来写由南主如理也如何时期也三岁五岁七岁以下东西三月乃至奉事，因阿弥之曰：是人言义拥戴，书业六业之观照，不必落在何处，心何世界，心何天中？是人有言：所谓地藏菩萨经上，乃至无边将一类，一念即七念，不退脱身，分明变明，强力有用。是人观照。加一一个对佛书家结动一所显出南无亚弥之名作为这种影响强烈功德这两个字是同一意思都念到那则闽南语念 TET 就是彻底明白的彻或是清澈见底的彻都念 TET 那它也是同一意思那其他如客语粤语普通话发音都不一样这比对起来都不一样行见害怕先立前用修仙了落是灵冠兄无路不变一心明天修仙了落讲这些是功殿专讲圣音修仙了落是灵不言三进用一心讲的这种英雄两一两一万里万里东地火山愿无变心故各是名万寿心感动九王雕菩萨变百世间千亚是名无足世界建筑万寿定名为力量菩萨名千变九千年是名东地菩萨天出在菩提归行九心为好天地一切空间无诸结果，乃至应书不能一文，何况无心，即不应的菩萨，莫助其机会，就可以推出来。而且我们可以推出来。佛祖观世音菩萨，若你来世，应现难度显不明，若发功德之心，应度一切众生者，若修无上无别者，若出离三界者。是注定见地藏影像，亦无明者，自心不依，得以中华以后，不悔因心，有用相对，是显然无变，殊完所行，应无障碍。复出观世音，由于来世因显然住显如理，又由现在以来千万的经文，一千万的经书。感动为一切前辈永用赞叹地藏菩萨影像如是说完说求一切该行持何况地藏菩萨故大菩提应用我们是人是用一切菩萨莫定行持
哦，就是观世音菩萨，又应该是显当住显如来，无来显修炼，清心定欲，观不属于心，又托又相，众缘出，告悉缘相，玄彼玄蒙，洞天连观不离不相，悉显当住定，用修炼中，以结消除。公大行经典，如好修行。如是之言，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故以本心恭敬经典，敬以莲花，以何本心？一切观故，永用菩萨，以净土一转，见第一一家安菩萨行，愿得合众生福。鬼信众人。念力靠习，自心定用，学智具力，信观心修了，下人蒙益，一众杀害，一七年灭三千，是显南主显如来为四大中入殿地藏菩萨，现无边心，无心之处修观定水，一人菩萨即得出名，定是定变。一念离观，即动有体，见不动心，一故一体。何处观世音菩萨？若如来世尊出明镜，以心不着，有假观观，即度彼劫，即度欲衰，家庭不安，幻想混杂。即诸天书都来摩心，数人之间都有见怪。我是念观地藏名，见地藏形，自心用定，莲花万变，是诸不如意事，将将消灭，即即安乐，以心弘扬，乃至数万中，世界安乐。佛祖观世音菩萨，若如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一因自心，一因共修，一因信心。一因就是灭三阴中，过大苦海，乃至大水，一经天道，是人先当量地藏菩萨名法界，思维可见，归心为好，永存我因无安乐，乃至同无火龙所住，一切毒害不能除尽，不故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无量无边无碍因缘，若善故诸众生见闻彼的经书，必千劫中说不明尽。是故观世音如以心力无始经，令发菩世界众生一千万劫因此烦恼。你是世尊，你率彼观。我观地藏为心力，天河沙界率万劫，见闻讲义一念干，利益应天无有数。若男有路，若良行，不知应当为佛道，自心为一百世心，寿命专间不绝绝，孝心无六分爱家，与地分行在何处？兄弟诸位的弟子亲，成就未来大不幸，结束一位大事心，依然讲理不讲相，三七的中两一年，菩萨东天无边地，是以贯彻修行界，成为佛祖显出仪，可怜地是初心，即便无病是心地，若是无相无别家。乃至出离三界苦，心不凡大明心，现动将未来实相，一切诸观实心中，应如一相应假事，有人不心两眼见，若多无得小应感，虽然习惯不是你传不传蒙有慧心，所以有一相应苦。如来信心不灵地，有目地藏以上花，以何表示主观故？以静住安在此前，以也求福气，不论用心是魔心，
旧药下饮以防疫，三七年来不杀害，自身数量在数名，正当中见无边，但还变得离婚逆，定是应告林玉文，千万千万内部公关，即使在世不输意，连数数名也出会，贫穷众生也是你。大家用水灌小米，水往之中是安饮食乖乖母亲时，至今将你的地中上是否出该小便，只有满中尽力安以食风谣是困惑，由于山林之毒害，不恶天性之恶灵，恶神恶鬼的恶风，一切自然如苦恼，但奉将你的用用地藏菩萨在世上，不是三年大香蕉，定是诸恶皆消灭。观音自心听我说，地藏如今不属于千百家所求，公孙大师如是也。地藏名利林永文，乃至燕相人家列家，用花以后因是方，永永千寿年老。若用医术会发改，必见乾坤小奇数。是故观音入洞衣，不如金沙煮个泡。啊，叠榻。足对林天平立个山。三段。如是世诸因即会，由摩地藏菩萨摩诃萨印，离足时缘。地藏地藏，如今也不可思议，如今诸地不可思议，如今大会不可思议，如今天灾不可思议，就是起风诸佛赞叹三算，如今不思议数，千万不要不念得尽。地藏地藏，一摩一粒在对天中，数一千万劫不可算。不可算，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意明天主众生力，离诸三界，在妙有假，故作无，无量是诸众生归恶处中，一地一夜，如风雨落，无不干地阿鼻成家，动一千万不变，能救自己。地藏是南阳的地藏仙，智性无量，是恶者多，众法皆修，殊无极限。若无不言，两样皆有，依是之故，我本是言，必先言化多，随其本性多个性。地藏，我今本困以天命中，故作无。未来之世，若有天人以善男子、善女人，无不不忧，尽孝贤君，因何必定一杀必定？如以道业用何事人，将死无伤，为人世事。何处地藏？未来世中，若天若人，虽一不改，若在何处？因对处中，亦是文秀，是诸众生若有两边一佛莲，一菩萨莲，一不可一地大乘境界，是诸众生若以持力方便度佛，无是所愿之人心，为趣力家，天地成天，修仙妙道，你是世尊，以率体观。现在未来天明久，我今不听闻，又着路，一代心方方不多，不应对在诸佛上。你是地藏菩萨、摩诃萨、阿弥陀众也不言，世尊为观世尊，故意为汝。彼岸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吾不发忧，一将永逸。我言一千方便多发喜，吾现诸中速一害法，我闻诸贤书两样修行，祖源无无上多，应不再转，十时不时
为了因为菩萨别离空中，别无念念念他。世尊，我自己如意，闻汝如来赞叹地藏菩萨威神甚严，不可思议。彼来世尊，也不见当众显明，乃以水天牛文殊天殿的地藏名利，即将内经上及归众福利，为愿世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若有说起，不过以空中所散。地天地经，我等为汝分别说起。若未来世有些男子善如名，见地藏经上及文殊经乃至塔上，用花金石哦，托一部布施供养，善业奖励，给二十八种福德：一只天龙无量，二只善果尖，三只即善上根，四只菩提树皮，五只衣食丰盛，六只善根不灵，七只离诸业灾，八只无住常住，九只灵验修行，十只心贵所持，十一只入真人心，十二只为王心怒，十三只观节上好，十四只多心天上，十五只结为帝王，十六只修地名方，十七只有求成祥，十八只万象欢乐，十九只诸行相连，二十只业道永久，二十一只气处直通，二十二只夜晚安乐，二十三只天王靠，二十四只修福修仙，二十五只诸仙赞叹，二十六只聪明如君，二十七只妙处如明心，二十八只六祖神佛。福处依空中菩萨，若现在而来，天龙鬼神闻地藏名，礼地藏言，并闻地藏不愿是行，赞叹舍利第七种名业：一者速巧性地，二者恶业消灭，三者诸佛护念，四者菩提不退，五者精进不灭，六者修地大通，七者必定受福。你是十方一切如来，不可算不可算诸佛如来，及大菩萨天龙八部，闻释迦牟尼佛，天龙赞叹地藏菩萨，大威神力，不可思议，叹彼净土，时时如来天，无量妙光，天衣主业，永永释迦牟尼佛。一地藏菩萨意，一切诸佛护法加持，合掌一切。地藏菩萨本愿经观下，赞：地藏如是教养净音，良缘莲花是净仙，今世方大圣，福利无穷，不见无莲仙。南无上主。经，南无上主是佛经，南无上主是佛经。地藏赞，地藏菩萨妙难论，化现金刚处处分，三宝六道分妙法，四仙是随佛祖分，愿诸教业金刚罗，金色金开地藏门，雷压持音无遮应。今年大凡未出尊，那么金华山流遍世界，大慈大悲地藏王菩萨，那么地藏王菩萨，闽南语汉字学会向你，愿一切功业庄严不净土，上护四重尊，下济三宝库，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处一顾心，动心结果果。那先来看这里孝啊，好处好果。孝妈做的孝，就是一只狗
个自己笑，笑就是像的意思，就像一条狗一样啊。所以咱闽南有咧讲吼，笑到真无空啊，笑到真无空。心静海阔，心地静养，修仙妙道。是林冠秀，古文不变，一心一天，修仙妙解，这些是功德，专精信因。修无尽用，是林不言三千中，一心讲解地藏经上，言语名利，观念万变，总结菩萨念无明心，无垢是名，观修心态，修万变，菩萨念百心念，清